从2007年开始吧，十多年时间一直在跟农民打交道。我知道农民他们想什么，他们需要什么，同时呢我也知道我应该给他带去什么。当地的农民确实需要科学技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跟农民呢就结成了朋友。我今天他一干嘛带来了从三里子镇干嘛呢带来那个鹦鹉基地的机器，下了个最忙三台机的目前呢全部到位。他和三里子镇帮忙了和其四个的这个李祖红马家人呢搞这个香港这个最忙菜，他都是来到我们这个基地的指导天津人，只要遇到两天我打电话，他都干嘛呢？大夫，站在听我的，王教授。